你在这都站2天了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我臭，你给我上一边去。我今天换个美女，我就不信了，有美女，哼，还能没有客人，我就不信那个。嗯，不错不错，不要停了啊。好家伙，这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我从远处看啊，哼，我以为你生产的是坐垫，走近一看我才发现，哼，我去，原来啊，哼，你生产的是头盔。哎呀，你说这是怎么的？我上次结婚的时候，我的彩礼还没花完呢，哼，这次又给了这么多。哎呀，这怎么能花完呢？真头疼。哎，老三，你这怎么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呢？你看不见人家够不到吗？赶快把孩子放下，帮人家挂上去。行行行，那你先看着孩子啊，我帮他一下。来，老妹儿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大哥，谢谢你啊，你太有劲了。好家伙，我说你们几个下手能不能轻点？这虽然是个模型，但是你们也不能这么拽啊！你们看看，哼，这模型上面的螺丝啊，都让你们拽松了。